回让老四知道知道啊，那个唱戏老头他怎么折腾我的。咦啊啊咦、啊啊、想当初老子的队伍刚开张，什么东西啊？不是玩意儿，油能。哎呦我的妈呀！阿青嫂，抽颗烟吧。睡觉了，我是不是搅你们了？一点没搅，是吗？嗯，我当催眠曲听的都是。前面的同学，扣上速度；后面的同学，慢点停步。哎呀妈，这家搁家有个唱的，搁这有个喊的，你这是这还有个睡你这？老四啊，锻炼身体，大清早就起来，这吵不吵？让人还睡不睡了？不是，这不是咱们高端民宿里的特色吗？不是，你等着吧。庆丽啊，哎，那我问一下子，就是今晚是唱戏几点唱啊？咋的？不是，多大那组菜啥都准备好了，听你唱戏呢。唱不了今天，老四啊，刘能嗓子疼。行，那回去看电视吧。有请王美兰同志宣读民宿管理条例。在休息期间啊，不允许任何人练嗓、大声喧哗。如有影响他人的休息，我们要以罚款的形式来处理。我宣布完毕。我们一定要严格按照规章制度。来执行，散会。王宽叔啊，你可真稳呐！不是你这孩子说话怎么，你把话说明白，什么事儿，怎么回事？你儿媳妇一句话，白清明一千万入账了都。我好忙啊，我算你狠。大家记住啊，我今天来是说事儿，我不是来闹事儿啊。因为有些事情啊，我不太明白，我倒是来打听打听。你为什么一枪非得投到我们家？你在我们家待十多年了啊，可以说你是卧薪尝胆。什么卧薪尝胆？你都敢越王勾践了。现在你比勾践都厉害，你不叫勾践，你叫勾银，你叫白勾银呢啊！你这不搅局了吗？我什么叫搅局？怎么的？究竟想干啥？你要打我是不是？来来来来，我不打你啊！我亮爹不敢，赖狗似的。哎呀，真的把我打的！哎呀，来，我服了。这么大事，投资一千多万，整个老谢爷都不知道，他心里能不憋屈吗？你给我闭嘴！不是坏人吗？你不来撮火来了吗？你赶紧滚！快走！广坤，好字！刘能，你给我滚出去！好字文，你就滚出去！刘能，你跟来干啥呀？你这就是拱火呢！老小子，再早先我没觉得你是这么样的人，你这是不嫌事儿大呀你呀？我现在就好比吕洞宾啊，我来一次，你咬我一次。来，快！这。